今天真是难得。来，爹。嗯。哼，想走？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上！呀！裴元俊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在下就是杨树。哼，好，好得很。怎么个好法？哼，你们父子俩将一起死在这里，那不是天大的好法吗？就凭你们几个？哼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跟肥元君在一起，一定不会输给你。好，那就试试吧。天祖，去杭州。这里交给我了，爹，快去。是，走。拦住他们！
师父，师父，杨叔见过师太，谢师太相助。你嘴上说谢，心里却在怪我多管闲事吧？杨叔不敢。你一个人虽然能杀了这几个孽畜。 可既然我来了，总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吧？这彩头怎能让你先占了去？师太说的对，那这样，这些倭寇交给我，你的师傅和徒弟就劳烦师太了。哎，我正要见识见识这些个倭寇的飞刀大阵呢，这便宜怎么能让你占了？ 还是你去对付那师徒老怪吧。好，哎，去杭州要紧，走。随他们去吧。我来的时候，戚继光已经带着他的骑兵赶往杭州了。 日本的战神，哼哼，雕虫小技，竟敢在我面前献丑，快去看看！嗨！呀！嗯！呀！嗨！ 和尚，和尚，和尚，正好，你鬼叫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不接住我呀？废物，你那么沉，谁接得住你啊？你上下边来试试。
你这真是铁了啊！你还好意思笑？为了这衣服，毁了俩锅，铁锅！哪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？好，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杨儿，山龙，小子，别跟我耍这些小孩子把戏。弓箭手，把他给我射下来。 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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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